爸爸，你看谁在床上？而且他刚刚在黑暗中。啊娘喂！刚刚是这样子，然后想说为什么没有录屏，所以我就开灯。可以叫下去了。来录屏。你为什么还会靠枕头？来录屏。我叫你来录屏。下去了，快点！我要睡睡了，快点！下去了，快点！那个。小绿绿的盖子。哦，那厨房。小绿绿里面有盖子，你就没办法好好的睡在你的家，是不是？好笑哎、欸、你。